这个系列的面膜是我觉得有感面膜里面的前三名。老师，你觉得戴那个很多女艺人都有用？对呀、啊，这是有感面膜，造型师都推荐。它是面膜纸不太一样，它是天丝膜。嗯，那天丝膜呢，大家都知道它的延展性比较好，相对它的服贴度比较好。它用海藻胶去放到那个面膜纸里面，你看我这个挤出完水之后。重点来了，你看在我的这个海藻胶放进面膜纸的这张，它的这个是精华的感觉，对，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它就是水，里面呢有这个布列塔尼的海藻精华，再加上了蜂蜜的萃取，它可以让你的肌肤的新陈代谢跟这个粗糙感可以改善，再来它里面的基底是用海洋深层水，所以你会知道里面的微量元素可以让我们肌肤的这样吸收度会变得更好。你看，你就是把它这样拿起来之后呢，直接再按摩一下，你就是一般正常保养品的按摩的方式。你按摩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肌肤的透度跟润度。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款呢，你是不需要再擦保养品。手多了，光身脸色都白了。没有，重点是要看他自己的感受。就很乖，而且刚刚其实敷上去虽然是厚，可是有透气的感觉。太美了，有关怀吗？我跟你讲，这就是女明星的秘密跟心机。